三年了，拿100亿，就临时机会养养。是。压轴有令，三年期满一，二少爷。是。100亿。同学们，拿下杨氏财团100亿订单，你们林氏集团有救了。还要靠三年。老婆，我来送。公司也是你们来的，没用的东西。我是来。滚。滚就滚。然后。这莫不是你们林氏贵婿？三爷见笑了，他只是个会拖地洗衣服的废物。既然来了，就把他签了吧。三爷手眼通天，运作杨氏财团100亿订单，才是我们轩轩的良配啊！杨氏的订单是我送的。你以为你姓杨就能跟杨氏扯上关系？这让我更瞧不起你。100亿订单，你让杨氏说送就送？凭你是林家赘婿吗 ？Loser， 你签吧。当赘婿你都不配，临时不养没用的废，你后悔？哎，有了吗？我是少爷，考察期满，家中有令。